道义救世真英雄，无道横野而为笑。上海滩自古以来便是英雄地，亦是枭雄城。任何时代，只要有恶，必定有善化之。帮主武四龙快点滚出来！爹，爹呢？爹，他已经……叶卓，我念你叶家名声，不跟你计较，但你也太多管闲事了。黑龙帮握在日租界，给日本人当走狗，在外面贩烟涉毒，欺凌同胞，我叶卓管的就不是闲事儿。不知天高地厚，太过于血气方刚。你知道你爹怎么死的吗？跟你一样，太过于固执。Yeah.
我是方良，我爹是方成鹏。你是黄玲吧？嗯，你就是方良啊。啊，走吧。哎。咱的位置让人给占了，哥不瞎。嗯，哎，你干嘛呢你？谁不知道这个位置是咱哥俩的？新来了吧你？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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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哎，哥，哎，走走走走走走。好人一生平安，老板恭喜发财啊！哎，师傅，停一下。最近好像出现了什么怪物，而且什么？专吃人心。Oh my god! It's not too bad. Anyway, there is no any white guy murdered so far. 哎，兄弟，你说咱漂洋过海来这弄啥？就是要学习先进的工作方法。
得改进改进。你这要饭有啥名堂啊？耶，我说你是不是傻？嗯，不思进取，活该你一辈子当要饭。哎，这是哪儿？看看这是哪儿 ？America， 美国。你知道美国有一种东西叫消费？消费。到了，先生。嗯。给。啊，谢谢。看好了。哎，别误会，兄弟，我是铜锣湾胡同盖中盖，我是给你拿行李的呀。啊、哎，里边请，里边请。这里乞丐都这么热情。哎，里边请，里边请。这得到什么时候啊？是啊。哥，啊，这就是八仙楼。哎，谢谢。哎，哥。啊，你也挺不错的。你好，我是，不是哥，消费，消费，消费，他就是，滚，住。哇，手艺真好。哥，送，小黄鹂，小黄鹂。今天峰哥新写了一首中西结合的乡情诗，要不要给你朗诵一下？你又写诗了，峰哥。啊啊！小黄鹂，你在我的头顶徘徊，你还有我。啊，小黄鹂，你在我的头顶徘徊。不不不，黄老板，我开玩笑呢，我是为了哄黄小姐开心。离我女儿远点！再敢跟我女儿编什么破诗，我一剪刀下去，我就把你给阎罗关到四岁洗马桶去。哎，我马上去，马上去。我就是八仙楼的掌柜黄飞鸿。你们这些人呐，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大好的光阴被你们白白的错过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啊？来了这儿最快的时间里找一份工作，人不工作和咸鱼又有什么分别？工作不等人嘛，要不然就和那两个乞丐一样睡大街。每个月的10号交房租，谁要偷欠房租的话，就到厕所里给我洗马桶，要不然卷着不该卷，给我滚蛋！八仙楼不养闲人。黄叔叔，你好，我停，甭给我套近乎，我们很熟吗？啊？哦，我们是第一次见，我是方良。我爹是方成鹏，他给您写过信呢。啊，老方的儿子，每个月的10号交房租，过期不候。八仙楼不养闲人。叔，你认不认识大道医生？不敢，什么大道医生？我问你，你认不认识大道医生？我不认识什么大道医生。醒了，是你妻子向你调和，还是你自己？你说灭了黑龙帮，但是有人看见黑龙帮的手下抬着五四龙去了日租界的医院，还听说一个叫大岛医生的日本人为了把五四龙救活带去了美国治疗了。
那一夜，上海飘起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大雪。只见我师父叶卓一人孤身闯进黑龙帮，只见那帮贼人们如狼似虎的一个个上来，我师父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最后一招秋风扫落叶，将那帮贼人们打得倒地不起，血溅当场。此时无恶不作的黑龙帮只剩下那贼人五四龙。瞎鼓什么掌啊，哎，说的这么玄乎，我听说的版本和你不一样。哎，我听说那个人，哎，就你说的那个叶卓，叶师傅抱着他老婆跳河自尽了。你胡说。自尽了。我你说那一战师母不幸遭贼人所害，所以师傅才退隐江湖的。吹什么牛啊，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哎，散了散了，我说的是真的啊。瞎掰的，说了半天还是故事，真是真没劲。方良，你真的是叶卓的徒弟啊？是啊。我最崇拜像叶卓那样的大英雄了。那你师父现在在哪儿？哦，他走得急，也没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切，你赶紧找工作吧，在这说书可挣不到钱。这套怎么是多难找啊？太好了，赵冲，等一下。方老师，怎么天天发生这种事情？你相信有噬心魔存在吗？当然不相。就算是有，那噬心魔缺心眼儿啊，专吃我们华人心啊。这些洋警察，但凡有点良心、会动脑子的话，就应该到上游去查，不该天天来这里收尸体。指望他们，哼，还不如靠咱们自己去查呢。心都被套走了，你看看，太残忍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今天又发现掏心的尸体，华人接二连三的受害，这该如何是好啊？我们找了数日，一点线索都没有。实在不行，引蛇出洞。老黄，你是说要找人当诱饵？不行不行，这样太危险了。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噬心魔的来历，一定得慎重行事。Miss Huang， Miss Huang。这讨债的又来了。Hello sir， 哎呀 ，Hello sir，Hello sir。You mean the money？ Money，money，here，money。Good，good。啊啊 ，this way。Be careful。哎，这是在干嘛？收保护费啊。护费啊，那不就是美国的黑龙帮吗？这是这种小点声，人还没走远呢。这不是上海滩，上海滩有叶卓。爹，这是美国的唐人街，你知道吗？想当年放哥我，都看什么？都看什么啊？哎呀，工作不等人呐！看你一天天的好吃懒做，写什么狗屁事啊？咱们得饿死你啊！还有你啊，姑娘家家的啊，老跟这些不学无术的人在一块儿。哎呀，一点都不像我老黄的女儿啊。哎，你不是叶卓的徒弟吗？是。你能看着受欺负啊？
站住！方玲，人可以走，把钱留下。What's that here？好功夫！你以后要是再敢来收保护费，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讨厌，滚！现在打你就该打呀！操！完了完了，老方，我恐怕是保不了你儿子了。方玲，你好厉害呀！你真的是叶卓徒弟啊？那是。偷枪！滚！臭小子，看把你给能耐的啊！和你爹一样，枪出头啊！赶紧卷着你的铺盖卷，有多远给我滚多远！不是，什么？我是在帮你们呀！哎呀，我还真谢谢你啊，大侠！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黑龙帮啊！啊，不对，美国的黑龙帮。太阳会呀，他们上面是贩卖军火的。臭小子，你死定了！你，老方啊，你别说我没帮过你儿子，赶紧拿着这些钱，赶紧跑路。爹，还有你呀，啊，白眼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老方的儿子要是死在太阳会手里，你就是罪魁祸首，还说什么在美国创建一番事业，我看就是个行尸走肉，吃喝等死。爹，爹什么爹？爹也帮不了他们，赶紧走。被他们害死了我呀！快呀！哎哎，我不是这浮躁，谁让你真动手了？你闯祸了，知道吗？行走江湖，安全第一，拿了钱跑路吧！还愣着干什么？跑路！哎。博士は準備できたか？間もなく。よろしい。チップ侍の実験が完成すれば、我々三号会は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大東亜を築く。その時、三号会はアジアの最大の組織に。Welcome, Mr. Scott. Please. Hmm. 方哥，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又偷喝黄老板的酒了吧？来，让这让我喝点，让我喝点。去。那么小气干嘛？切，赵儿，嗯，我问你个问题啊，我是不是别人嘴里的那个出来吹牛、满嘴跑火车，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啊？还在想白天黄老板说的话呢？哎，那都是气话。那可是我今天确实害了方良啊！哎，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来来来。有情况，我叫人来，来不及了。别大走小烧，这可能跟传说中的噬心魔有关。
在下段农。巡山黄立强，黄百年。二位找我有何贵干？真没想到我唐人街除了我们几个，还真是巧引真龙，暗藏卧虎。嗯，近日来我华人同胞连续失踪，离奇被杀，恐怕这背后的势力非我等能够抗衡。如若方便，韩景英雄与我们并肩作战。黄老板，叶某来这儿还有其他的事情，别的事不相关。叶某，你是叶卓？在下叶卓。敢问叶大侠，还有什么事情比拯救同胞更为重要？叶某曾因行侠仗义，连累了知青。叶大侠，今天能出手相救方良，由此可见叶大侠的仗义之心未泯，请加入我们。叶大侠的遭遇，我黄某也早有耳闻，但是函请叶大侠看些东西之后再做定夺，请。戒备森严呢，冯浩。那边。走走。哦。哪里木头子？做饭。你咪西咪西，出身点话。这些就是遇害同胞的灵位，还有一些没名没姓、无亲无故的，都被我和段老师埋在了东边的空地上。起初只有一个，可是后来都快变成了坟地。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还我受害的同胞一个清白。我不甘心让我的同胞客死他乡，抛尸荒野。
刻一块，都像是刻在了我的心上。可是到后来，我可悲的速度竟然赶不上同胞遇难的速度。Scott, you see, this is the volunteer subject, strong in body, with sophisticated background material art, the best f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vement warrior. How crazy are you to think of making such a thing? 哎，下面的人听着，谁能够打倒他，啊，就送谁回家。还等什么呢？上吧！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with the knowledge of movement war, I using this titanium alloy. So, Mr. Scott, once the sample is transformed, together with the technology,We'll send him to your company. How long will it take for the sample? 3 days. However, a good movement warrior must be transformed from the strong young man. Of course, if he knows some material arts, that would be the best. 強い体を持ち、武道精進の若者。今日は中華街で見つけたと聞いたが、はい、ファンリャンです。長谷野で見つかった。そう。カオル子、はい。坏了。他们要回去抓ファンリャン。那现在怎么办？赶紧回去报信。哎。何者だ？Outside. 坂本、見てこい。はい。
我们一起下去。军火，如果方亮被抓，哥也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強いからと持ち、生き取れ。島博士に引き渡せてくれ。啊，前面那个想带我回去做活体实验呢。我半步拳风力有子，虽然没啥本事，但我有骨气。敢问叶大侠，还有什么事情比拯救同胞更为重要？我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我不甘心让我的同胞客死他乡，抛尸荒野。
多谢叶大侠出手相救。多谢，不谢。叶大侠，叶卓，你师父啊？第一次见啊。黄老板，哎，赵冲，黄老板，哎，怎么了？方良呢？方良，方良，哎，冲哥，我在这儿。你没事就好，方哥的。方哥怎么了？先别说了，回去再说。走，走。始めよう、博士。はい。三长两短，八仙楼的租金谁来收啊？你胡说什么呢？你一定会回来的。哎，看我这张破嘴。总之你俩都不能去，好好的照顾赵冲。走。哎，叶大侠，等一等。叶大侠，时间紧迫，咱们走吧。哦，这是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做化学实验自制的雷管，便于防身。走吧。啊，爹。心臓のコントロールだ。一旦呼吸は彼の皮膚表面で強力なそこになった。完璧、完璧だ。不行，
我要去帮忙。方良，带我弟回来。师父，叶大侠。臭小子，你怎么来了？帮忙。帮忙？恐怕是越帮越忙了。灵儿没跟着来吧？没有。哎，这下我可就放心了。你来了也好，省得对我女儿有什么想法。我。阿玛米桑，すみません。どうした？あんたでも叶わなかったのか？あの若者以外、もう一人。野鳥のようだ。野鳥？中国のことわざで敵はいつか会えるもの。どうやらロンスフーが給油に会う時が来たようだな。峰哥呢？他早在几个小时前就死了。怎么，你们几个很想去见他吧？哎，不过几位不要误会，他根本就不是我们杀的。为了不让我们在他身上做实验，他倒是蛮有骨气的。你，你就是叶卓，杀了我们那么多华人，今天要讨个说法。很好，要报仇，我可不是你的对手。因为有个老朋友，他等着你呢。五四楼。Yeah!
我连手都打不过，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啊！替我照顾好灵儿！啊！ 段老师，我爹呢？段老师，我爹呢？我爹在哪儿？段老师，对不起，我要去找他。黄玲，你不能去找他。 博士。はい。機械心臓を作るにはどれくらいかかる？一日で十分のはずです。完成したら改造に回せ。太陽社への散布、くれぐれも気をつけろ。はい。お嬢様、一つ考えありますが。何？あ、家長らは。 もう破産勝敗同然ですので、この調子で、ハセの攻撃するの方が<笑>もしかして他の武道家がいる、その時<笑>そうね、硬質なチップ侍部隊を作れば大東亜共栄圏はすぐに実現できる。 行，一马四个。嗨，那个怪物就是黑龙帮的帮主伍思龙。伍思龙，他不是被你杀了吗？几个月前，我用韩葵直击他的心脏。呀！听说那些日本人用美国技术把他给救了。段老师。 注意把刀，最快需要多久？大概三个小时。<音>
哥是这么走啊？哎，对。走了，走了啊！哎，上轿。哎，那要开工了。这小子呢？来来来，哎，小英子又不起床啊？我帮你吧。杀人了！弟を川残せ、他は殺せ。お回去，赶紧走。赵大哥，他们为什么要杀那些租客？现在才危险，不是解释的时候。走。不行，我走了他们怎么办？此刻埋了。再不走的话，我们谁都走不了啊！走。八仙楼怎么了？八仙楼出事了。武道家は何か自殺事だ。バカ野郎。まさか中華街の野郎たちは案外骨がある。Mr. Scott. Miss Tianhai,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Take it easy. Just those from Chinatown made troubles. Don't be nervous. You should know. The experiment of movement war is strictly confidential. What should we do if American government get it? That's your mistake. Sorry. We will handle this.You better to handle this well. Yes. Also, don't think I'm a fool. Whether you use titanium alloy or the movement war. Oh, this. I don't think they are specified in the agreement. It is a truth. So now.Wow, wow, wow. 下がれ。 Mr. Scott, we don't want to be the enemy of Sun Company. Of course you don't. Since you used the titanium alloy in the experiment of movement war, I think I have right to add this to the agreement. As a supplementary article. Okay.All right. It is him. What did you use titanium alloy for? Don't move.
Thank you.
Mr. Roy, something happened to Mr. Scott. Who did this? Where's my father? Who did this? Chinatown. Ma Xianlong.